咁就有人問紫金礦業啦嚇，咁就貓奴啊，佢叫做2899嚇，佢話現價止賺好唔好咧？佢而家帳面賺緊8%左右噶啦。我覺得可以慢慢開始考慮食啲股啦，即係因為始終嗱，紫金咁同頭先我哋講金股啊、金價有少少唔同嘅，因為紫金本身個業務除咗金之外，都比較偏向多銅啊，甚至乎近期炒上嚟咧，都係炒住佢有啲新業務嘅一啲發展，譬如之前有搞下啲想搞一啲鋰嘅相關業務啦，咁呢個都有少少受惠埋就係近期講緊碳酸鋰價升嗰因素，咁所以個股價其實佢嚟講咧，比起啲金股咧，其實近算是強的，但是畢竟由真是年初或者去年年尾大概8.36的低位呢彈到現在12元過外呢，其實短短個零月升了差不多4元到上來的了，其實個升幅都有挨近即40%多50%這些幅度，所以我覺得要短期再有個急升呢從圖表來講有些上升的機會，但是始終個空間來講都慢慢變得比較少一點，因為上面來計其實你見到去年年尾兩次去到大概12.5、12.6開始呢，其實阻力都是偏大的，現在網上都是只剩下5毫子附近，所以開始考慮少少食下啲糊先止賺部分先，我覺得 OK 嘅。咁但係始終頭先提到，始終個勢係靚咧。咁你話係咪呢下一下子就即刻走曬咧？咁我覺得又未必係咁快住啦。所以我覺得比較靈活啲啦，可以考慮喺呢啲位12元附近食住一部分。剩低嘅咁咪先至望下有冇機會試埋佢上去大概12.5、12.6呢啲位置。